玩这么老梗的综艺节目游戏啊？没有错啊，又是这么老梗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是出了名的不 NG 大师啊。你用不 NG 大师什么东西？我拍片没有在 NG 的，生小孩也没在跟你 NG 的啦。开讲话唱唱秋啦，打过来啦，今天挑战什么啦？我们今天挑战四关用马桶刷玩游戏。马桶刷？没错，一百秒不 NG 哦。没有问题啦，我跟你讲 ，NG 的话哦，我用马桶刷刷牙给你看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耶，好。插进去了，下半部马桶 OK 啦，哎，我下半身很 OK 的，看起来非常猥亵，很灵活的，不能掉，不能掉，没有掉，来，安全达阵，小 case， 下一半，大魔化虎乱，题目是，题目是什么？我猜，你画我猜，好，来，用马桶刷画画，用马桶这边画，我画画大师啦，还十秒，来啦，快点啦，干嘛？这样啊，是什么？婴儿，小孩，抓拍子，这个啦，抓拍子，这个啦，大头宝，对呀，摔关呐，第四关，再来，来先换，快，来，马上换啊 ，OK 了，再来，摔关，五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千九百，再见。有的是时间呐！20秒，最后20秒。不用，慢慢啊。搞定了。时间多少？1分25秒，下。100秒冠军，不，没什么嘛，我跟你讲，这内涵的一刷就懂。这蝶形刷头内涵清洁剂，刷马桶无死角啊！哇，这扫厕所超有效率，不像我的常年马桶刷，我可能听不到。是不是这个实验菜包不铲子才刷得干净嘛？而且这个可抛式刷头更换超方便嘞，也太高级了吧！我以为是菜包布啊。对啊，而且哦，你刚吃的碗也是我用马桶刷帮你刷的哦。啊，难怪这么干净呢。是不是？10万点阅10万。这次要帮助的是台湾的国际儿童村啊！哦，他们帮助是哪些人呢？他们专门帮助一些受虐的儿童啊，还是一些行为偏差的孩子们啊。哦，他们有做一些安置啊、教养的服务。对啊，还有提供就学啊，还有就业的辅导啊，很棒啊，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，赶快独立长大，是不是？老规矩，动动手指，分享影片，做爱心啊！影片超越10万点阅，我们就捐10万给这个单位。没有错，来帮助他们啊，赶快分享哦！对啊，抓墙，干净啊！你看，哇，这刷到脱漆了，这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哦，是不是？有在黄色刷到变成白色，就变白色出来。你刷的好细心哦，很细啦。你等下用这个吃，绝对没有任何细菌。不知道为什么肚子看了有点痛。可以啦，直接刷啦，好不好？分享了。没有啦，还没啦。大家想要看，可不可以刷成粉而变白色啦？不是，那个碗我还要吃。好啦，大家应该不想看一直在刷马桶刷啦。好啦，感谢各位的爱心啦，10万点阅捐10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有香水系列，让你的马桶也香喷喷哦。